复苏，蔚蓝的大海，金色的沙滩，很高兴又和你们再见面。大家好，我是芝麻，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，这里就是山东潍坊的滨海。怎么样，你看到了美丽的大海，金色的沙滩，蓝蓝的天，是不是也想和我一样来到户外和大自然做一个亲密接触呢？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，我们为同学们准备了各种各样好玩的现场，比如今天我们有沙滩，有大海，有盐田，有滩涂，当然也有充满知识的博物馆。一切的挑战游戏都要在这里展开。我们的现场你在学校看不到，我们的游戏你在家里玩不了，我们的现场挑战的是你的智慧、你的体能，还有你们的团结协作精神。那么究竟是哪些同学能够非常幸运来到我们的挑战现场呢？首先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他们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高慧金，我是金莹叶，我是马立聪，我们是蓝色唱响队，我们的口号是超越希望，追逐梦想，我是第一，加油！我是朱翔宇，我是王一龙，我是马新玉，我们是海鹰队，我们的口号是海鹰海鹰，翱翔蓝天，不怕艰险，勇往直前。海鹰队希望在蓝色的天空唱响，蓝色唱响队也当仁不让，究竟谁更有获胜的希望，我们还得真刀真枪比完了看。我们的挑战大现场一共分为五轮比赛，哪队获得了更多轮次的比赛胜利就会赢得今天的冠军。听清楚我们的规则了吗？听清楚了。谁想夺冠？我们挑战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好，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游戏，对抗大竞技，滩涂挖水铲。这次我们来到的是位于潍坊市北部渤海莱州湾南岸的滨海开发区，这里有长达69公里的海岸线，有辽阔的海域，还有浅海滩涂20余万亩。这些滩涂是贝类的牧场，更是海产养殖业的乐园。一望无际的滩涂海洋更是我们挑战大现场的目的地。两队同学加油了。我们的滩涂挖水铲的比赛啊，规则是这样的，两队同学啊，首先要三人四足进行一个赛跑，哪队在规定的时间内跑的距离更多，就会赢得更多挖水铲的时间，然后在你们赢得的时间内，哪队挖得的水铲重量更重，就会获得这一轮比赛的胜利。听清楚我们的规则了吗？听清楚了。好，我们马上开始，两队做好准备，三人四足为你们争取更多挖水铲的时间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一、二。比赛一开始，海鹰队就以默契配合、快速的步伐领先，很快就把蓝色唱响队甩在脑后。二、一。和海鹰队相比，蓝色唱响队似乎有一点寸步难行。等会儿，不要急，停下来。很快，海鹰队已经领先蓝色唱响队一圈了，而且速度也越来越快。半圈转弯之后，蓝色唱响队也在努力地调整步伐。在慢慢的摸索中，他们终于掌握好了节奏。而这时的海鹰队不仅加快了速度，还加大了每一步的距离。要赶超海鹰队，蓝色唱响队的任务越来越重了。时间到，你们走了几个来回？数了吗？没有吧。我们其实比的是谁先到五个来回。哎，刚才我告诉你们是按时间，实际上为了激励一下你们，谁先到五个来回啊，谁就会赢得10分钟的挖水铲的时间。那队比你们少了一圈，所以他们只有8分钟。
现在，海鹰队，你们要率先开始，在10分钟的时间内挖水铲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加油！现在，芝麻带着海鹰队和蓝色畅想队要向滩涂的深处进发了。没想到吧，在滩涂上我们使用的交通工具竟然是拖拉机。由于潍坊滨海地处渤海莱州湾，这里是浅海滩涂，平坦而结实，退潮的时候水面很浅，拖拉机在滩涂上如履平地。很快，同学们就在沿途发现了很多贝类、螺类的壳。拖拉机行进了25分钟，我们离岸边越来越远了，信心满满的两队队员们却精神抖擞。一望无际的滩涂，我们的挖海铲比拼就要开始了，比赛就要开始了。这片滩涂最盛产的就是文蛤了，如果哪队能够采到更多的文蛤，就能锁定胜局。可是你知道该如何采文蛤吗？采文蛤呀，同学们，光听字面的意思可能是开采的采，实际上它里面就包括了诀窍的要义。怎么个采法呢？请注意芝麻的动作。这些文蛤自己就出来了，有没有发现？这里，看，这儿，这儿。这儿，哎，怎么样？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正确的采文蛤的方法，但是今天比赛的队员们，他们会采用吗？采用？原来采文蛤是这样的呀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文蛤的质量较沙土来说较轻，像芝麻这样来段海上迪斯科之后，沙粒泥浆重新搅乱混在了一起，由于浮力作用，质量较轻的文蛤就自己浮到了沙滩的表面上来了。两队同学究竟会不会用到芝麻的方法呢？海鹰队，你们有10分钟，蓝色畅想队，你们只有8分钟。我们比的是哪一队最后挖到的海产的重量更重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开始。海鹰队首先出战，显然他们并没有用到芝麻的方法，像这样用手指一个一个挖下去，并不节省时间，成功率也并不高。像男生这样用铲子呢？看来也不是每一铲都有收获，这样来来回回铲了不少地方，可是得到的海产确实很少。海鹰队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这个时候马兴玉突然一个人向远处跑去，他无意间一通跺脚之后，沙滩上浮出很多文蛤来，这可让海鹰队逮个正着，收获了不少。这个，渐渐的，马兴玉想起了以前看赶海的叔叔阿姨们的动作，就是这个方法就能采到文蛤。瞧，不一会儿，马兴玉就借到了很多的文蛤。海鹰队找到了快速采海产的办法，很快其余两队队员也看到了马兴玉的动作，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。这样在滩涂上使劲地跺跺脚，以前挖地3尺也挖不出来的文蛤就自动浮出来缴械投降了。接下来大家加快了找文蛤的速度，还有2分钟，加油！时间不多了，海鹰队决定最后一搏。蓝色上场队，咱们一起给海鹰队倒计时啊！好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你
这怎么这十九八七喊这么快啊？哎呀，好，现在海鹰队已经用完了十分钟的时间，蓝色上场队你们只有八分钟的时间，有没有信心超过你们对手？有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蓝色唱响队一开始也使用了正确的踩文革的办法，瞧，这些文革自动的就浮了出来。别看蓝色唱响队的时间少，这刚开始才一会儿功夫，他们就收获了不少。尤其是队里唯一的男生张胜轩，更是拿出了12分的力气，一定要在第一环节给海鹰队一点颜色看看。我能去吗？师傅，哎呀，我勒个去，我都师傅不来了。哇，我脚又接出来一个。同学，我太佩服你们了，谁让我的脚就是你们的宝贝。亏我脚你们怎么办？你来接。脚自恋。开局一片大好，这个时候丁银月突然离开大家，一个人跑到了滩涂的深处。原来丁银月看到了滩涂上有许多露出沙滩表面的海产，不用跺脚就能捡到海产，这不是来得更快吗？而正在忙着挖文革的张胜仙似乎并没有注意到队友的变化。哇哇，看见没，又一队出来了，快点，说你们的，快点挖啊！我这也有很多。正在帮助张胜仙的马立聪注意到了丁银月的举动，这也许真是个好办法。于是马立聪也一个人跑开，去捡那些沙滩上冒出头来的海产。然而滩涂上这些看得见的贝壳、牡蛎，大多是死了以后留下的空壳。这些空壳可是不计入最后的成绩的呀，蓝色唱响队，你们可要想清楚啊！哎呀，现在只剩下张胜仙还在奋力地踩着泥沙，等待着那些文革从沙土里冒出来。这些会自动冒出来的才是活的海产。时间所剩不多了，各自忙碌的三个小队员到底能不能获胜呢？太沉了吧！张胜仙又遇到了一个问题，这些和文革一起装进来的沙子太沉了，桶已经快被沙子装满了，要在最后的时间里再多装些海产，还得先把这些沙子弄出去。就在这时，时间已经快要到了。蓝色唱响队，他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咱们给他们倒计时好不好？好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回来！回来！他们在舀水呢。舀水是吧？嗯。发现他们有很多犯规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对。舀水了，里边还有泥。我刚才注意观察了一下，他们里边还有那只有壳的。对。这些都不算成绩啊。知道。对。不过就是没有沉啊。啊。里面塞的海鲜太多了吧？没事，他们这钢壳由你们负责捡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到一个更适合算成绩的地方来清理一下，两队到底谁挖的更重？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到这边来，这边不用说。海产挖的累不累？累。但是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有收获没有？有。每人一大桶。我现在想有请丁莹月同学伸出你的食指，哎。怎么挖出这么多沙子来？没有什么挖的。刚才你拍手了没？还这么拍了拍手是吗？嗯。擦了干净之后还是这个样子啊。但是两队的成绩现在都已经出来了。情况呢？有一些同学这成绩是掺了沙子的。我们挑战大现场的比赛结果可揉不得沙子，所以芝麻专门请到了专家王老师来鉴定一下。来，王老师，你好，您。现在帮我们两个队的队员啊鉴定一下他们的收获究竟合不合格。首先我们要先来验证一下海鹰队的成绩，这一桶
好，请您帮忙把不合格的挑出去。好嘞，这些都是啊，行就可以了。好，黄老师说这些啊是比较合格的，什么样的就不合格了？像这种，就只有壳的就不行是吧？壳抓回来了啊，还有一些泥啊，泥都不可以。好，这是我们海鹰队的最后的结果，报数啊。这大个的为什么不合格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那个牡蛎，牡蛎是吧？那种生蚝。但它已经也不是活的了啊！他们这我怎么感觉这一桶有半桶是沙子和泥啊？蓝色唱响队的沙太多了，老师只能和同学们现场把沙土清点出来。满满一大桶，现在只有。好，那现在这些都是有效的，对吧？对。我们来清点一下成绩，算一下。先来看一看蓝色唱响队，啊，0.45千克。好。海鹰队。1.7千克，我们这轮获胜的就是海鹰队，恭喜你们！耶！海滨大挑战第一轮成绩榜，现在场上比分，海鹰队1-0领先蓝色唱响队。哇，蓝色唱响队，服不服？不服。不服，但是这轮的成绩确确实实跟他们有差距，对吧？下轮有没有信心超过他们？有。下轮能不能他们超过你们？不。好，这同学啊，现在。较劲了，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比赛，问答大比拼，海洋知识知多少？让我们一起站到站在天上。通过了第一轮对抗大竞技的比赛，两位同学啊已经充分热身，也看出来他们都想赢得比赛。海鹰队获得了第一轮比赛的胜利，所以这轮比赛由你们率先答题。我们的规则是。交替回答问题，淘汰赛的赛制。如果你答错了问题，你将被淘汰。每位同学要交替回答质问问题，哪队的三组队员都答错问题，那么另外一队就会获得比赛的胜利。听清楚我们的游戏规则吗？听清楚了。好，海鹰队，你们率先答题，请听题：丹东省与下面的哪个海不相邻？渤海、黄海、东海，请选择。东海，东海，嗯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回答正确。请问螃蟹是用哪里呼吸的呢 ？A 用嘴 ，B 用腿 ，C 用壳 ，D 用鳃，请选择。鳃。螃蟹的确用鳃呼吸，我真没听说过拿壳呼吸的。好，回答正确。世界上现在还存在的最大的两栖动物是哪一种 ？A. 大鲵 ，B. 青蛙 ，C. 蟾蜍 ，D. 鳄鱼，请选择。嗯，鳄鱼。对不起，回答错误，正确答案 A. 大鲵。淘汰对手，你高兴不高兴？非常高兴。这道题非常难，海鸟当中啊，注意是海鸟当中的潜水冠军是谁 ？A. 海鸥 ，B. 海鸭 ，C. 企鹅 ，D. 海燕，请选择。我选企鹅。回答正确。请问，章鱼有8条腿，乌贼有几条腿呢？A 6条 ，B 8条 ，C 10条 ，D 12条。8条。八条是吧？跟章鱼一样，对吗？确定？确定。螃蟹也8条腿是吧？看来八这个数字跟很多动物都莫名的结合到一起。恭喜你，乌贼有10条腿。你们又淘汰了一名对手。淘汰了两名对手，紧张。比刚才不紧张？开心不开心？非常开心。好，请听题：潍坊又称为什么城？给你两个选项：渊城、潍城，请选择。我选潍城。潍城哪个潍？
鱼是潍坊的。潍坊的潍，那鸳是哪个鸳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潍坊一年一度能过一个什么节呀、啊？别的地儿没有的。我选鸳城。鸳城啊，回答正确。请听题，海鹰队。最后一个问题了，请注意，下面哪种海洋动物在夏天需要夏眠的啊？我们也知道冬眠，有些海洋动物要夏眠。A. 带鱼 ，B. 海蜇 ，C. 海参 ，D. 扇贝，请选择。对，敢不敢？不敢。不敢，回答正确。哎呀，我紧张啊！企鹅是有翅膀的，但是它为什么不能飞呢 ？A. 企鹅啊属于哺乳动物。B. 企鹅的体重太重。C. 它长时间不飞啊，翅膀就退化了，所以飞不起来。选择为什么企鹅有翅膀但不能飞？我选 A。正确答案是 C， 企鹅的翅膀已经退化了，所以飞不起来了。对不起，你被淘汰了。啊，水母见过吗？见过。是透明的吧？啊。好，那么请问，水母看上去像一个大水囊一样，它身体里70%都是水，这是正确的吗？不是。为什么？我看到那个书上好像，好像不是七十。回答正确。啊，水母的身体里95%以上都是水。请听题，小小的磷虾呀，看上去很不起眼，但是它很神奇。传说当中，古代啊，航海家在夜晚到来的时候呢，会收集磷虾来做光源，就和萤火虫一样。那么请问，磷虾真的会发光吗？会还是不会？应该是不会吧。对不起，你被淘汰了。磷虾真的会发光啊！好，请听题：生活在大海里的海龟最喜欢在海里游来游去，不过呢，它们每隔2小时就必须把头伸出水面来换气，否则呀就会有生命危险。请问，这个说法是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，回答正确。请听题，蟹蛛是蜘蛛的一种，因为长得样子啊像螃蟹，并且能像螃蟹一样横着行走，因此得名蟹蛛。它经常在草丛里面织网捕猎食物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真的有像螃蟹一样的蜘蛛吗？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吧。我说了这么长，难道是废话吗？真的还是假的？这个你的决定将决定你们组的命运，真还是假？3、2、1，假的。回答错，这轮获胜的就是海鹰队，恭喜你们！海冰大挑战第二轮成绩榜，现在场上比分海鹰队2-0领先蓝色畅想队。比分有点悬殊了，海鹰队2-0领先了。那么在第三轮比赛当中，蓝色畅想队有没有信心赶上？有有。好，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轮比赛，默契大对决。我来比划，你来猜。让我们一起唱，大家在这唱。默契大对决，我来比划，你来猜。我们为两位同学准备了与海洋有关的一些东西，可能是动物，也可能啊不是动物。那么你们有3分钟的时间，一位同学比划，一位同学猜。哪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猜中的词条数更多，就会获得比赛的胜利。首先，有上轮领先的海鹰队率先开始比赛。海鹰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好，3分钟计时开始。你有2次选择过的机会啊。好几条腿儿。2个字。螃蟹。乌贼。章鱼。接近，接近。就是经常在那个小吃摊上就是烤的那个，好几条腿，然后上面有一些那个小点点，经常在小吃摊上就是
你别提示第一个字啊，第一个字是什么？第一个字是油。啊，说出油字啊，不急的，你看看。好。一种虾，然后。一种虾啊。不要紧张啊。你没有过的机会了。咱们就是经常呢，就是咱们上面有好几个壳，然后呢，分开了。提示你可以说，第一个字是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是什么？爬，后边后边。第二个字是一种动物，这个动物在海里经常被鱼吃掉。对，爬虾。对对对对。我的帮助啊。第一个字。第一个字呢就是我，两个字啊，我后边有一个小孩，我骑车子后面坐着一个人，那个动作叫什么？他腰上要系一个什么？啥子？腰上。平时。扎的扎的一个东西。腰带。对。好，第二个字啊。然后呢？彩带。不对不对不对，第二个字对了，就是第二个很长的一个。水里有什么呀？刚才能吃虾的。对对对。带鱼。不是。还有二十秒。第一个字。咱们外边的，外边的。天，海。对，然后第一个字，两个字，然后第二个字，你这个人勇敢不勇敢？有没有？勇敢的意思，胆量，海胆。对不对？时间到。好，海鹰队在规定的三分钟时间内答对了三个词。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对手蓝色畅想队究竟能否超越他们。丁音乐，我问你问题。你的对手海鹰队刚才答对了三道题，你能答对几道？可能全答对。全答对啊，答对四道，你就赢了啊。现在你们可是2-0落后，如果这轮再输的话，就提前结束比赛了。有没有信心超过他们？有。好，三分钟计时开始。他这个在是个沙滩，他在沙滩上行动的，他体型很庞大，他这个应该有胡须。他那个第一个字是我，那是什么？沙滩边上。沙滩边上是什么？海。对，海。然后第二个字是那个森林之王是什么？森林之王是老虎。不是。狮子。对，这两个拼起来。海狮。正确。就是它很漂亮，在海底下的。海底世界，海豚不是，它是一个布，它是一个布。它是一个布。它呢是绿色的，能吃。海胆。不是，它这个有没有这个部分？第二个字是长的。腰带。对，第二个字海带。对。啊，对。它差点说出海面条来了。他是那个白肚皮黑衣裳啊，企鹅。再答对一个，你可以超过他了啊。不，没有过的机会了啊。他是有那个叫大闸什么？大闸蟹。然后前面那个字大闸换掉，变成什么最普通的那个叫什么蟹？螃蟹。好，正确。他有很多条腿。然后头是尖尖的，然后有很多条腿。乌贼。对。哇，正确。这个是咱们这儿的特产，它比较小。第一个字是汪汪。狗。对，第二个字是这个灯弄出来的那个叫什么？光。对，两个合起来叫什么？第一个字是汪汪。狗汪。对，后面这个狗汪鱼。好，正确。这个就是那个。它是一个海，它是一种海鸟。然后第一个字是，就是叫什么风？海风？不是，就是那个。我们到游泳里记什么？对，风。带信了啊。它这个。小心别说出俩字来。两栖动物。两栖动物。它的尾巴很长。两栖动物，鳄鱼。对。正确。它
挑战第三轮成绩榜。现在场上比分，海鹰队2-1领先蓝色畅想队。我们的蓝色畅想队在第三轮迎头赶上，不过你们还是1-2暂时落后。在第四轮，你们有没有信心超过他们？有。现在第四轮比赛，智勇大较量，海滩拼积木。智勇大较量，沙滩拼积木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沙滩之上，面对着大海。我们身后呢有4根旗杆。本轮比赛要求两组队员在规定的5分钟时间内，用我们为你们准备好的沙滩积木进行拼接，完成对我们身后4根旗杆的包围。哪队在规定的5分钟时间内包围了旗杆之后，用的积木数更少，就会获得本轮比赛的胜利。注意了，在拼接积木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积木上有这样的卡扣，必须啊要用卡扣相连接，这样才算是完成了拼接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5分钟之内谁会用的快数更少呢？我们。好，我们要比一比看。马上进入我们的第四轮游戏，首先有请海鹰队率先开始比赛。海鹰队在前，芝麻想问一下，你们估计几块能围住这4根旗杆？5块。5块？10块。10块。好，一会儿在比赛中看看你们究竟会用几块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海鹰队比赛开始了。首先他们采用最基本的方法，把正方形积木的边和边对齐拼接，在旗杆的拐弯处再用正方形的角与角拼接。拐弯之后又再次用正方形的边与边进行拼接。很快2根旗杆已经被海鹰队包围了起来，任务完成过半。不过他们究竟用到了几块积木呢？快！走，第10了。怎么这围的有点大了？积木的数量严重超过了同学们的预期，朱翔宇觉得之前的策略有问题，后面2根旗杆可不能再这样围了。于是海鹰队调整方案，用正方形的角和角的连接来包围旗杆。角与角的拼接果然很省积木，很快海鹰队的任务就要完成了，只剩下最后一块积木了。但是这最后一块积木的合拢却似乎出了点状况。先这头不行，这个当然行。你先跟他搭完了是吧？搭完了，时间还有3分钟，时间还有2分钟，你看一下你们先用了多少块。这这个卡扣没有搭上啊，这扣没有搭上。好，然后你算一下多少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8个。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。你刚才说10块啊，现在用了18块，你们现在还有2分钟的时间，有没有办法让块数再减少一点？像这样的搭扣是不成功的。嗯。哎，这边你没有搭上，你看，我说了要完全拼合好，完全拼合好啊！你们现在还有1分40秒的时间，赶紧调整。这积木搭扣的问题让同学们犯了难，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同学们调整来调整去，都没有办法让最后2块积木合拢。这2个搭扣始终都有缝隙，就在这个时候，5分钟时间到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哪一块有问题啊？刚才那边我都检查过了，主要问题出在了这几块上。看，如果我现在我按照规则把搭扣搭好，你看，这样搭扣算是正好的，严丝合缝。那么这边也跟它严丝合缝，这里出现了一个能过我一条腿的裂缝。用了我们的海鹰队总共用了18块积木拼接成了一个有一条腿裂缝的签儿。
那么接下来要看看蓝色唱响队能否超过他们。蓝色唱响队，海鹰队刚才的成绩是5分钟内用18块积木把这4个柱子垒起来了。当然了，正经一腿宽的距离，你们要超过他的前提就是，或者用的积木比他们少，或者啊一会儿距离比他们近一点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准备。哎，我先问一下，你们准备几块把这旗杆垒好？文章也得比他们少。反正没想好几块是吧？对，但是一定要比他们少。请注意卡扣一定要严丝合缝啊。嗯。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比赛开始了，这次蓝色唱响队也是选择了海鹰队相同的方法，用正方形积木的边和边对齐拼接，在旗杆的拐弯处再用正方形的角与角拼接。但是不同于海鹰队的是，为了确保积木搭扣能够严丝合缝，张胜先和丁银月负责托运积木，而马立聪专门负责检查搭扣。很快，4根旗杆被完全包围了起来。也是18块，和海鹰队用的块数完全一样，这大大超出了同学们的预期。再输一局，海鹰队就锁定胜局了，该怎么办呢？每节课检查每一个扣都卡好了没有？还有1分钟啊！时间所剩不多了，看着眼前的积木，同学们还在努力地做最后的调整，可是积木似乎再也没有减少的可能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时间到了。同学们，来，你们用了多少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。18块，对吧？嗯。我们来检查一下卡扣啊。这里有一块卡的不是很好，但是也很严实啊，也动不了了。但是它这块是卡住的。我们转一圈看一看啊。好，通过芝麻的观察，他们的卡扣啊，虽然没有卡的完全严丝合缝，但是的确也没有刚才那一腿的距离。智勇大较量沙滩拼积木的比赛已经结束了，我们来总结一下最后的成绩。蓝色唱响队，你们也用了18块积木，对吗？对。和海鹰队用到的积木数一样，但是接缝处啊，确确实实比较严丝合缝，没有那一腿的距离，所以这轮获胜的就是蓝色唱响队，恭喜你们！海滨大挑战第4轮成绩榜。现在场上蓝色唱响队2-2战平海鹰队。但是在这儿，芝麻想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我们的节目是为了让你们发散性思维，突破自己的固有想法。你们觉得18块是不是已经很少了？是。再减有可能。刚才你们想尝试16块，对吧？没做到。我们的题目要求的是把4个柱子围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现在换一种围法给你们看一下。哎，好了，同学们，现在我已经拼好了，请大家到我的圈里来，我们一起数数芝麻用了多少块积木。开始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2块，对不对？嗯。比18块少了多少？6块。6块多不多？6块都能再围住这旗杆围2圈了，是不是？嗯。所以说，其实啊，我们只要换一换方法，也许机会就会出现了。但是这轮比赛已经结束，希望你们能够有所收获。马上就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一轮比赛了。这轮比赛就是要考同学们自己的创造
通过这一轮，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启发。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比赛，创意大测试。创意大测试，游戏规则：两队在一小时时间内设计自己的创意沙雕作品，获得评委喜爱票数最多的队获得本轮胜利。比赛一开始，海鹰队三位队员在沙地上先画上了草图，他们用铲子当画笔，似乎在画一朵很大的花。蓝色畅想队的三位队员在卖力地挖沙子，看样子这可不是个小工程。很快，沙滩上被他们堆出了一条蜿蜒的小山岭。决胜局的比拼，两队同学都拿出了12分的努力。这个环节我们做的是海上长城，我们一定要赢过他们，加油！耶！原来是做海上长城啊！这手拍打出来的是长城上城垛子和烽火台的雏形，而这手指划出来的是长城上的行兵的通道。咦，这又是要干什么呢？海边这些捡回来的贝壳和长城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原来这些贝壳是同学们的画笔，描绘出长城砖瓦堆砌的纹路。看，在同学们精心的雕塑绘画下，海上长城已经初见模样了。那海鹰队准备做什么呢？这个环节我们做的是海鲜一家，我们一定要打败他们，加油！原来海鹰队要做的可不是什么花，而是海星。先这样画出海星的样子，再把周围的沙子堆起来，就能看到海星了。怎么海鹰队也在捡贝壳呢？难道他们也要在沙雕上作画？原来他们是用贝壳装饰漂亮的海星。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制作，我们两队的创意作品终于完成了。蓝色畅想队作品《海上长城》，海鹰队作品《海星之梦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蓝色畅想队，今天我们就来把作品简单的介绍一下。长城是世界遗迹，它是要一条长龙盘踞在我国北部的辽阔土地上，同时它也象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。它还象征着坚持不懈的好精神，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。长城是连接中国人民和世界各族人民友谊的桥梁。如果你也热爱长城，如果你也拥有一颗爱国心，就请投出你宝贵的一票，谢谢。现在我们就用这首歌来表达我们的心声吧。万里长城永不倒，一二，万里长城永不倒，千里黄河水滔滔。如果你也热爱长城，就请投出你宝贵的一票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翱翔蓝天不怕艰险勇往直前的海鹰队。因为我们从小就特别喜欢海洋，特别喜欢海洋生物，所以我们选了海星做我们这次沙雕的主题。海星就是海洋中最璀璨的明星，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滨海能成为全世界全国最璀璨的明星，谢谢。我希望保护海洋生物。我们要保护海洋，珍惜海洋资源，海洋是我们21世纪人类的希望。下面由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，在唱歌的同时呢，也由我们的马新玉同学为大家带上一幅很好看的图画。走，师傅。海波落叶，贝壳荷叶，男孩最那里多快乐耶，浪花花上我
是粉碎竹丛一地歌，嗨嗦嗨嗨罗嗨，是竹丛一地歌，嗨嗨罗嗨。我希望大家能投我们一票，因为大家我相信都很热爱海洋。我相信大家都会珍惜海洋资源的。这海星做的挺不错的。我选择的是长城这一座，因为我感觉它确实是下功夫了，它的城墙都刻画得非常的好。我选的也是海星这一组，我觉得小女孩她比较有自信吧。我选的也是长城，我觉得他们不光是做了一个沙雕，而是做了一种精神。长城那一组，我觉得他们做的很精致，走道、城砖什么都做出来了。那么究竟哪一组获得了本轮的胜利呢？海鹰队获得了8票，而蓝色畅想队获得了5票，最后海鹰队获得了本轮比赛的胜利。海滨大挑战第5轮成绩榜，现在场上比分海鹰队3-2领先蓝色畅想队。今天的5轮比赛啊，充满了戏剧性，海鹰队先是2-0领先，蓝色畅想队又2-2追平，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棋差一招。来，恭喜你们获得了第2名。好，加油啊，再努力。谢谢芝麻哥哥。海鹰队也用自己的表现为他们赢得了冠军，恭喜你们。耶、yeah! 来，送出。谢谢芝麻。同学们，我们的挑战结束了，我要问一下大家，你们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有收获吗？有。下次挑战现场你还来不来啊？来。下次表现能不能超过今天呢？能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挑战大现场，在不一样的现场给你特别的收获，我们的现场已经为你做好准备，你敢来挑战吗？今天直播开门挑战大现场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手牵你的手，我和你一起遨游，啦啦嘞，啦啦啦嘞，啦啦嘞，我们牵着手。